Hello， 我又来啦，麻辣教头，麻辣黄笋，这是笋丝，这个教头是云南的一个植物，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特色小吃吧，挺好吃的。嗯，它是跟那个菜根是一个口味，然后这是麻辣黄笋笋丝，这个有点螺蛳粉里那个笋丝的味道，微酸、微辣、微臭。跟螺蛳粉里那个水水像，这东西挺好吃，嘎吱嘎吱。有没有像我一样的点外卖一定要用会员红包，没有会员红包就觉得不合适，太亏了。这两个我更喜欢这个，因为我喜欢吃菜根，它的口味跟菜根很像。我是没有胃口不好的时候，夏天有些小姑娘胃口不好，就点菜根和这个吃，老下饭。拜拜。